你在青岛呀？你能不能把妆容关了？你看我像一个母猪。本来就是母猪，妆容没开多少，开了一点。哎呀，看不见大家评论。啊，你徐州的。我们都没在青岛玩，也没在青岛吃，天天就出来就是看房子、看房子、看店铺。刚那个交警好凶，刚那个交警跑到我跟前按喇叭，啵啵，快点！我说啊，快点！哦。我不想评价任何我不想评价的职业。我只希望就是对别人善良就好了，别人怎么样无所谓。他过来了，这个不是。没看见，你要换吗？嗯，侧方位停车过不了怎么办？之前我们那个我们教练是拿扫帚教的我们，嗯，比那个交警还凶呢，拿笤帚教的，真的拿着笤帚疙瘩在我们侧方位后面就等着你。吃早饭。要不是那个中介迟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早饭都不吃，我就跑完这个，我们跑那个八大关了，对不对？然然缺一个对他狠的教练。真的就是找规律。我当时学完的时候，我都感觉我能教别人了，就是我感觉他们教的都是一个套路，但时间久了就有点忘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今早上跟星星都特别想吐，早上起来。然然，你就相信我，你不要花钱去做一些，就是什么花钱去场地练啊或什么，我觉得那些都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我们当时200块钱去场地练，我就转了一圈。不是我说他那种，还有之前我们，哎，算不说。我的眼睫毛，咋掉了呢？哦，我搓掉它了。没事，再长。呀，哎，没了，跑哪去了？掉了。晚上盖被子了，好像酒店很暖和。昨天晚上很冷，今天很冷，今天青岛很冷。你要不要别坐这，你坐那边，这边外头有点冷。睡得也不晚啊，下播就睡了。现在就是连素颜霜都懒得涂了，然后吧就可以直接睡。不回去，可能还要再过很久才回去，还没找到合适的。找店铺又没那么好找。哦，怎么了？用似乎打我们会慎重的，最起码万象城这边这个，你看他
他们不就靠这赚钱吗？我最起码万象城这边这个一年50万的这个房子，我是不太想租的，太贵了。交警都没提醒他，直接就开了，为什么？看他心情呗，人家有这个权利，人家有这个资格。我们做好公民，做一个好公民就好。Hello， 花秀，花秀，花秀也在。关键我觉得他这个印，我给你们看一眼，能看吗？可以看吧，应该。看一眼可以吧？看一眼，我们就在我们想租那个店铺的对面。是这个，是这个写着店铺出租的这个。还有他旁边那一家。Dear Here 啊、哦，还有他旁边那一家。这两家我们都想看看。嗯、然后一年50万的。50多万，55万，不太想租，不太想租，因为有点贵。嗯，但是约了人家，就来看一眼。那现在上下两层啊，我不想要上下两层的，我就只想要一个大平层。我也就只想要一层，要一层的话，可能一年只要20多。嗯，其实我们俩还是觉得那个太平洋咖啡那个地方挺好。对，所以这位置是青岛的最市中心。你信不信？我就除了星巴克，没有任何一个咖啡一年可以卖到100万，没有，我觉得没有。嗯。所以一年50万的租金不行，还不算成本，根本就会亏死。嗯，所以不想租，但是就是过来看看。现在做实体要慎重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不在一个城市，那我因为没办法。您在哪个城市？那你想去啊？没有，我就想知道。我不知道他们家叫什么馄饨。哦，是，是打了个广告。是是是。铁子们，给我们点个关注吧，谢谢大家。租房思想准备啊，花秀，我们不会租这个一年50万的。嗯，我们看中了一个一年20万的，还是在商场，而且是在景区，石老人那边，在景区旁边。然后觉得那个挺好。我想开在海边，但是开在海边不太现实。那个一年20万的，他那个商场有个地上停车库，然后他那个店前面就是一个地上停车库。啊，你好。妈，不用不用。在哪儿发的地址？我没有旺旺，我在淘宝的那个联系方式，我看一下呗。啊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宝贝，你能不能去对面把那个住宅打一个电话给我们？啊，好。黄岛，嗯，不想去黄岛，对不起，不太想去黄岛。CBD 是哪 ？CBD 不就是万象城这边吗？还有海信广场。你昨天你打的哪一个？是红色步子的还是？88那个。啊？88那个。啊、哦。看不到他。做咖啡店。我看他这人流量也不行，那早上连个人都没有，谁喝咖啡啊？这都几点了？都10点多了，连个人都没有。你总不能指望这个小区的住宅的阿姨们、奶奶们去喝咖啡吧？这边虽然是个富人区，但是我感觉很多都是那种拖家带口的，都是在青岛，在青岛。来深圳，你杀了我吧！是上班时间，我知道，但很多人。可能很多人上班就去隔壁那个星巴克买咖啡了。
但是我们俩比较想去那个八大关看一下，八大关挺好。我的身体不太适合去重庆。八大关客流量不多，但是打卡的人很多，对吧？我们的定位就是网红打卡店，就是装修来吸引别人。那自己给自己做流的话，就是不管我们是开在万象城的繁华区也好，还是开在一个没落的地方也好，反正人家来打卡人家都会去的。我觉得说什么？涛涛姐和云哥姐，你们两个人在探讨什么？这是，我看到了，我以为你们俩在聊天呢。天都在前面呢。谢谢关注。他们合计给我烫个华子，不用。我看他们在嘲讽我，我没有，我以为你们在聊天呢。大家都是，就是你们的关系跟我就像亲人一样。就是我回复大家消息，是因为有很多人就是那种我没有见过的陌生面孔，但是你们这些亲人面孔呢，我就觉得可能你们是，就是就好像是咱们就是七大姑八大姨，可能七大姑和八大姨在聊天，然后我没有插话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会说话吗？天哪，我会不会说话？老的。那个我打188是一个男生，那个是他，哪个？那个吧，哪个？好像他说他到了，然后我刚打电话给那个188的，那个188的说找他们会便宜，啊？他们是不一样的，是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待会儿再，咱就看看，我就看看吧。哎呀，你怎么吃那么少？你只吃了一半。因为比较腻挺。你要四个是吧？走吧，我们一块去看看吧。走吧。走吧，一块去看看吧。行。一块去看看。你去跟人看吧，你去跟人看。他到了，门口。在干嘛呀？我在忙那个商务的事儿。商务的事儿，让他寄不就行了吗？我在给人家地址啊。走吧，咱们看看房子去吧，我的七大姑和八大姨们。你们不要，我有的时候看不到，你们不要熊我，我是一个社恐 boy。 我知道你们爱我，我也爱你们。这不是从正门进啊，老师？不是，他那个
后门吧，现在开着看房子，在前面那个锁很难开，很难开。那第一次听说锁难开。天哪，网络又卡顿，蠢蠢无语，蠢蠢无语，网络又卡顿。对呀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来了来了。之前好像是个开发廊的，你看，就这样。有个二楼。是啊，也有一个是有地的。你说上去就拉着我的课，哎呀，总是不起势力，也不可能样样都好。其实已经很好了，你们家已经很优秀了，所以知足了。觉得一般，一般。咋样？隔壁是毛坯是吗？隔壁是没有装的。啊，隔壁是自用。自用不租。就这一套。就这一套。啊。有没有就是平层？我们想要看看。没有，只有上下楼的。160也是上下。对。还有套100的也是上下的。走吧。尤其是上面的那个，它有一间活动的。啊，那咱们上面没有一间屋一间屋。上面那个一间屋一间屋那个是可以拆的吗？可以拆。可以拆是吧？他之前是做发廊的这个地方。是吧？嗯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看总分，你这次吧，我刚才。走吧。嗯。我最讨厌就是不专业。他在那个地方跟别人聊天，深沉无语。不看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个不看。没有吗？不看了，你跟别人聊吧。不专业，一点都不专业。走啦，香。真是无语。我们在那看房子呢，他在这边跟别人聊天。他觉得他是谁？很无语。那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吧，铁子们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先跟他说话都不理。怎么着？租个商铺就觉得自己牛的这么不行了吗？你跟他说话都不理人。我要下播了。再见，我有点生气。再见了，我下播了。再见了，拜拜。